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一切众生都死在眼前，一切圣人成就在当下。为什么？相图不破啊！众生是看什么就一定执着什么，众生是看什么就卡死什么。圣人不一样，圣人看什么通通叫做空。台话讲的最好，我用台语来讲一遍了、这个世间安怎母，安怎母拢叫做空，无半项。安听我，搁再讲一遍，这世间的安怎母个一大炼堂，拢叫做无半项，叫做空。用国语讲的，这个世间你怎么搞，通通叫做空，无所得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存在，因为它是生命变化无常的东西。随缘吃，随缘住，随缘用，记得，随缘是德性，可谓不思议。随着因缘认识那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清净自性，就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佛法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一切众生迷惑于现在假象，一切圣人也觉悟在当下，他也不能离开当下。为什么？你看跟他看不一样。哦，这个是钻石，那不得这个是钻石。我告诉你啊、今天呢，就晚上就要派十个、派二十个、派军队、派军队、看这个钻石。要战争呢、这个钻石怎么得了？是不是？圣人看这个钻石跟一颗石头没什么两样，没什么两样。这个钻石那么大，放在这边会自在吗？这大量，哇，我是要挂这大量吧？你这么大一个钻石给我挂做什么？你倒不如挂一个咒轮，这是能消灾解难吗？能够保护你行吗？没办法，倒不如挂一个咒轮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钻石那么好，你家地上通通铺钻石，你走得动吗？睡得着吗？也没有用啊。我告诉你，世间都是假象的东西啊。所以你家，我到你家去啊，假设说了哈，到信徒家去，你家就是放，不要的，放100颗的钻石摆在那个地方，我连瞄都不会瞄一眼。我看那个跟石头是没什么两样啊，为什么？不可得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有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当我们有大智慧的时候啊，看这个事情，这世界就是真相，就是这么如此。啊，什么叫做宝？我们内心清净心叫做宝，你外面的东西，英镑、美金、钻石、房地产，通通带不走，只有这个法身慧命带得走，只有这个带得走。记得，